Pet Ball 那么多。漳州，漳州是闽南金三角下漳泉其中的一角，想当然的占尽地利之便。这里物产丰饶，气候湿润，文化悠久，造就人才无数，与台湾渊源。如果也写一个亲爱的，他拿回家里面以后，白馨姐怎么看呢？会不会放火烧？你说对，而且对啊，老师好、啊。我原因其实你还是写太多，你根本不用画心呐、啊。据说你为了拍这一次、嗯，跟你的男朋友有一点意见，是不是？他觉得你露太多，对不对？他觉得，可是你想，如果哪一天他露穿比基尼会有一点，所以基本上你觉得他不会，你先回答吧。你们想要他变灵活了，很厉害。他是不是管太多？你男朋友会不会管太多？可是如果有权利管的话，不是就可以管吗？那你支持乃馨姐穿比基尼？我觉得他讲了，他说有权利管，有权利管就可以管。OK、好，他们 OK 的，很好。那你不回答、哦？对啊。没有了，乃馨又没有要来打这个，对不对？好，谢谢。恭喜你大卖大卖大卖。我们的达人呢也有新作品啦，我们的琪琪老师。是的，这是我最近新出的一本书，叫做《超简单琪琪的甜蜜烘焙厨房》。哇，是，嗯，那它里面最有特色的就是非常简单，全部都只有三步骤而已。听到不要吓了，先听到白琪吓到，先听到白琪有吓到。这整只这么大只掉下去不容易。我只是表示说很好吃，我刚好看到啊，好吃。而且你听到三步骤立的朗朗，对啊，血糖过低哈。好来，所以基本上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。对对，而且它是很简单，用一些随手可得，在超市里面买就可以买到一些材料就可以做了。OK， 听说你今天有带了 special 的东西。对，因为夏天嘛要消暑，嗯，所以我今天带了很凉、很清爽、很适合夏天吃的消暑食。夏日炎炎胃口差，琪琪老师会拿出什么甜点清爽而不腻呢？来，全掌声！哇！来，举手，三二一，来，选我，选我，说，选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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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一起来，一起来吃！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！好，自己来，自己来，自己来！不公平，不公平，不公平！年纪比较大的过来，年纪比较大，你们一人一个来，一人一个。你为什么要把剑给我？等一下，我也要。吃之前，因为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吃法，是好香的，那草莓的味道好香。怎么吃？怎么吃？旁边有准备了巧克力饼干，厉害了！是为了特别为了王牌特别准备的，了解。所以平常没有，平常没有，食谱里面是没有的。要配起来。那我们要把一片的那个饼干拿出来，然后把它敲弄碎，弄在撒在上面。来，我们看看 Gigi 讲一下口感。好。哇，有那种脆脆的咔啦咔的感觉。然后我刚没吃到慕斯，你只吃到饼干是不是？好香哦，很香，我有整个草莓融化在嘴巴里。来来，那我们请那个金倩讲一下。很，我觉得它那个慕斯好滑哦。它慕斯很滑，基本上如果自己会做这个东西，其实应该夏天就很享受，对不对？那这个热量会不会很高啊？不会，不会，是不是？不会，其他小小杯的一次就一份啊，吃完就饱了。但是我想要挖到下面，了解吗？最重点的地方是它下面还有秘密哦。啊，什么秘密？它下面还有巧克力蛋糕。哦，哎，大家一定在想说，哎，这个是怎么做的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你买这本书不就知道了吗？或者是你回去三立呢，查一下三立的官网，上面也有写哦。真的，我想讲一个重点，大家都觉得草莓慕斯跟巧克力慕斯应该会很甜腻，对，但它不会，它刚刚好，不甜不腻，它好搭哦，而且很爽口哎。来，恭喜你出书，相当不赖，谢谢，大卖喽。清凉又消暑的甜点，简单的步骤即可完成。喜欢甜食的朋友，赶快动手 DIY 试试哦！家事达人林素芬老师将带来透心凉的 DIY 物品，消消暑一定要学起来哦！这是改良式的肚兜吗？对，老师那个沙好有
有兴趣、哦、你看到的就会是什么？哦，相由心生啊！哈，来，你可以回归正题了吗？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自制的冰箱？对，那我今天介绍两款啊、哦，不管你是走路也好啊，你是开车四轮的也好，嗯、或者你骑摩托车啊、哦、两轮的也好，我们都可以带一个随身的冰箱。哇，哇随身冰箱很好用。第一个安全，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哦喝宝特瓶，那天新闻有介绍，如果超过摄氏50度、嗯，可能会产生不良的物质。哇，所以你虽然带了水出去，可是可能变成有毒的水，也不太好。所以我们要用冰来冰镇它。那怎么制造这个冰箱？怎么做？很简单，我们先介绍那个大型的，好了哈。嗯，很简单，只要一个东西，这个大家都看得出来，宝丽龙，宝丽龙，而且你这个放在外面也不会被偷啊。对啊，对啊。对啊，第二步怎么做？第二步呢，我们只要把冰块放进去啊。可是光是冰块的话呢，可能一下就融化了。对，对啊，到海边就变热水了。对，所以我们要让这个冰块呢变活的。降温会怎么样？我们只要加盐巴，盐巴溶于水的时候会吸收热能，所以到时候整个温度会往下降。哇，这是一个科学小常识，是是是，而且我们这是有根据的哦。那要撒多少盐巴跟冰块的比例呢？盐是一。冰块是3，好，因为盐比较便宜，大家记得1:3，1:3哈，好，所以不用撒太多了，好像好好卖哈、啊，哇塞，而且盐很便宜嘛，对，对你如果没带的话，去渔港也很方便啦，对啊，渔港有卖那个有那个免费的这个海域龙虾，而且还有免费的冰块，哇，哦，就是去你包人家不要钱的啦，哎，对了，会不会是一般欧巴桑的个性？是欧巴桑的法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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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省钱的法宝。对对对，老师，那要让所有的冰块都弄到盐吗？对，我们要让冰块弄到盐。哦，对 ，OK， 对，刚刚好，那个冰块已经太硬了。OK， 好，我基本上这样。好。基本上就把盐反正倒在冰块上，1:3的成分，对，1:3的比例。好，冰完以后呢，我们现在做一个水果，把水果汁放进去，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它是活的。它现在只放冰块的话是0度，加了盐巴以后它会往下降，是哦，会变冷冻库。根据科学家的研究，它会甚至于会到-21度。那好低耶，对啊，所以加了盐巴，加了冰块以后，这个等于有插电的效果，它自己会降温哈。我们现在呢就加一个果汁，哎，用果汁下去哈，等它里面呢形成冰温的环境更低的时候，过10到20分钟以后，它就会变冰沙，甚至于变冰块。哇，哎，这个太棒了吧！就把它盖起来就结了吗？就把它盖起来就好了。那也当冻瓦固。哎，塞，我自己的经验，在车子后面可以冻6个小时。哇，超6个小时，非常来回。太厉害了，对。啊，这是大冰箱嘛，还有小冰箱的部分嘛，对不对？大冰箱。当然了，我们还是要让它有一个保冷的效果。哦。那这个袋子大家都常常看得到。常常看到。买冰淇淋的时候，然后里面呢，它一样有宝丽龙的保存，是，对，不要丢就对了，对，不要丢，留着，好，留着，它有隔温的效果。那我们自己只要制造一个比较难融化的保冷剂，外面有卖保冷剂，怎么做保冷？这是怎么做的？这个看起来像什么？这个看起来像是浆糊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。我好厉害，我居然猜得到哎！这个浆糊呢，就是我们在文具店可以买到的啊。哎，你怎么自己讲自己笑啊？因为我有听到这个包浆。哦。那就是我在一个年代比较知道这种浆糊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哦。所以把酱糊弄进去。酱糊在哪里买？如果你都没有，也可以用过期的沙拉酱也 OK。哦，过期的沙拉酱。就是对，没奶的东西，就对对对哈。不过这个要比较久，我们平常放在家里的冰箱要1个晚上。理解。好，都把它放下去。那做好以后就像这样子。哦。然后这就是一个保冷剂，是它比冰块呢比较不会那么快融化。对。当然，如果你没有用冰块也可以，不过最理想用浆糊冰。浆糊冰，哎，今天学到一招。对呀，这样子它就有一个冰温的环境。然后譬如说像，哎，你要带一瓶水，你也可以放进去哈。甚至于天气很热，你需要毛巾，也可以把毛巾放进去。哦。然后折起来。多久啊？这样子大概1个小时没有问题。哦，那那个浆糊啊，可不可以用在一些发烧的病人的头上？可以，可以。就是变成那个。哎，真的就变得好像冰枕。对，其实放在家里是那种，对对对，冰枕嘛。对，谢谢老师。夏天色狼出没，瑶瑶被骚扰，拿来说嘴喽。我跟大家讲。夏天真的是个该死的天气，因为女生一到夏天就会想要穿的稍微比较露一点点，因为比较凉，比较凉快。对，可是就是通常一些
色狼就会在夏天出没。我觉得那些色狼也是会化身到我们的身体，就是你会看到路上的女生可能穿的比较露，他就想过去燥热捏你一下，就是摸你的胸部。你有被摸过？被我被摸过。困扰，烦躁，会烦，心情不好，心情，而且走到哪里都湿哒哒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妆会掉，妆会掉，衣服都黏。而且我很省哎，你怎么办呢？夏天怎么办呢？我前阵子活生生就是发生一件很惨的事啊，因为我最近刚染头发，然后就主持活动，外面大太阳超热，然后舞台整个光都一直在照，结果后来我就看我经纪人超紧张，就在旁边，然后后来我就拿卫生纸一擦，天哪，我整个脸都是红色的水啊！染剂刚染成，整个染剂都融化了，一直在滴红色的水，滴的我白洋装上面也都是。哎呦，这个很困扰，这超久的，这个很困扰。那有时候妆你化太重也是啊，像我皮肤最近晒太阳比较干燥，可能上比较厚。像我一定要化那么重啊？那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想要跟。你还听不出来吗？然后就是因为化了妆之后天气太热嘛，然后外面的高温都是37-38度啊，就默默的我的妆哦就变成像那个活人生吃那个白白的样子流下来，太恶了吧？对，然后赶快擦都是白的，很痛苦。嗯，了解。而且女生夏天很容易中暑，对不对？对。比如说现在外面很热，然后进到冷气房，再出来这样进入就说，很容易就中暑。眼睛会我不懂，我们都已经穿这么少，为什么还会中暑？还会中暑啊？就是温差的改变。哎，而且夏天热会让你的情绪啊有一点烦躁，变很差。我只能说我一直以来是个脾气相当好的人，然后真的有一天热到，是这样吗？热到没有人知道哎，你见到你好烦。火气都来了，因为我平常就非常省钱的一个人，所以要是可以的话，我就尽量是坐公车或者是走路。但那天真的非常的热，于是我就决定说，好吧，那我就要去坐计程车。那时候我是要去一个。就是一个朋友的一个婚礼，然后跟我另外一个就是朋友妹妹，而且都已经打扮好穿高跟鞋，火很大。对，我就火超大，然后一坐到那个计程车上面，因为平常我们就是在台北这样子，然后那天我是在板桥，然后我一上车我就跟计程车司机讲说我要到中正路，因为我想说我已经在板桥了，对，所以很理当然是板桥的中正路。对啊，就那司机就说小姐你是说什么地方，我就说中正路，他说是哪个中正路啊，不是，他一讲这句话我就火大了。因为我想说我就是因为真的热到翻，所以我才要坐计程车，然后计程车应该什么路都要知道，不然你就跟他讲高雄中正路啊。对，他讲说小姐我不知道你说是哪个中正路，我就想说我现在在板桥，难不成是台北的中正路吗？哦，就司机他讲说小姐你干嘛那么凶啊，我就说是太白目了好不好，你真的有补这一句？我有讲，然后旁边哎，你回去 Google 一下，之前有一个女明星也是这样，就跟计程车司机起争执，对，千万不要，千万不要。他最后是不是就把你载到嘉义的中正路去？没有，他后面就因为他发现我整个火大，他一度的想要在旁边路边停车叫我下车。哎呦啊！然后我朋友在旁边一直冒冷汗，你知道吗？他觉得我你这样很危险呢，对，被人家丢包，你就找不到。心浮气躁，因为天气又热。我跟大家讲，夏天真的是个该死的天。天气，因为女生一到夏天就会想要穿的稍微比较露一点点，因为比较凉，比较凉快。对，可是就是通常一些色狼就会在夏天出没，因为就是可能夏天穿的比较露啊，他们就会好下手。他们，我觉得那些色狼也是因为夏天到了，真的有点是心浮气躁，然后看到路上女生可能穿的比较露，他就想要去燥热捏你一下，就是摸你的胸部或什么。你有被摸过？我当然有被摸过啊！你真的有？什么？这是好事？谁讲的？是你说的，我从来没有被摸过。你们女生不要在那边说风凉话，如果有一天真的突然被摸，搞不好你也呆着。真的，谢欣在那边，真的会吓到。哎，我们连明珠老师都有这样的事情。哦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你不讲，素芬老师要讲。那个是20年前的事情了，20年前，对啊，那个时候，不过我没有穿什么很清凉的嘞，就是只是在那边等公车而已，只是傻乎傻乎在那边看，哎，我下一站要坐什么什么这样子看，只是四边都无人了，黄昏的时候就这样，然后就哎旁边就是摩托车这样，一下子你一下子被他五爪功一抓，你真的是会愣住，抓哪里？抓哪里？还能抓？没有他挂，不好意思，上面还是下面？不是，他可能是要抓他的皮包，不好意思回答。没有，哪里可以？
刚才问一下明珠老师，夏天为什么会中暑？中暑到底是什么原因？中暑当然是因为暑嘛，就是上面就是一个日很大嘛，对不对？就是天气很热的时候，但是我以为是天气很热。这么多小姐，对不对？会中暑的可能只有后面那个穿黑色的，穿黑的，哦、对，穿黑色的会吸热，对，会吸热是一个。那再来体质的关系，像会出汗的，像吉吉啦，还有那个、你们都会出汗的，这个表示我们身体的反射是好的，对，流汗嘛。因为我们是哺乳动物，所以它一般来讲不是那种冷血动物，冷血动物就是什么像蛇啦，还有那个熊啊，它是不流汗的，所以天气热它就温度上去，就代谢不好。对，啊，天气冷就是什么，在那个冬眠，冬眠嘛。那我们是要流汗的，所以如果你不流汗，你就会中暑。所以水分就要进来，所以你说、那个黄老师就意思就是说，为什么中暑，就是你的排汗的系统有问题。其实就像老师讲的，就是我们人体本来就是恒温动物嘛，是就是自然会靠排汗。我们汗水蒸发的时候会带走我们身上的热量，就可以维持我们身体的温度。所以避免中暑的话，如果是在外的话，主要就是撑伞吧，因为我们太阳是热辐射，是靠那个光来让我们吸收热量。还有啊，选择伞的时候，你们发现有的伞啊，它是那个亮亮的在外面，有的伞它是亮亮的在里面。在到底哪一种比较好？你们知道的在里面吗？里面吧，亮亮的在外面。来，请坐。认为亮亮的在外面，举手。三二一，开始举。亮亮在里面，在外面比较好看啊。有在问好看的吗？在隔热紫外线，隔热紫外线。好，那认为亮亮的在里面，举手。三二一 ，OK。好，四比一，请、请解答。其实亮亮的在外面比较好。想啊，如果是对从上面来的阳光的话，你不管是在里面在外面，你都可以把它反射回去，它是用反射的原理来把这个热辐射隔绝掉。但是呢、如果亮亮的它是在里面的话，我们除了上面来的阳光以外，我们还有底下来的热辐射，像车窗啊、大楼啊都会有那个反光、对不对？是你如果亮亮的在里面的话，你不就把它反回自己的身上了吗？所以温迪老师，我们出门拿镜子就可以、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呢，就要请大家来讲一下哈，就是你们的第一回合消暑的秘方到底有什么呢 ？OK， 大间谍避暑实验室游戏规则，来宾体验坊间流行的酷手降温法，来测试是否有降温的效果。今天要为我们带来的秘方是，就是一个碗，然后还有是一把汤匙，叉子，就是叉子啦，对。然后呢，你要怎么用？然后就是我会用叉子来刮碗，啊哈，这样就可以消暑。对啊，因为什么？你会不会觉得说就好像，有没有那种刺的感觉？有没有？没有，有不舒服的感觉，就是不舒服。但是你不尤其有一些人有敏感性的牙齿。很多人很怕这种声音呢、你要不要用那个爪子刮黑板呢？所以一直看恐怖片也会来。来这样了，听说这是一种坊间传说，清洁拿来做试验哈。我们来试试看到底有没有效。我们先量一下体温。哦，他现在的体温，来看看来，清洁额头嘛。我的妈呀！现在声音真的好恶心哦。来，清洁现在是35.5度。哦，低温常正常，差不多女生是这个体温啦。那开始。全身好像被挤爆了，真的没有，你要放在耳朵旁边嘛，放在耳朵旁边。哎，其实这如果我什么像更有效果哈，应该是叉子跟铁碗更好。对对对对，叉子跟铁碗。好，哦，好。晴姐，你现在有感觉到凉意吗？我之前有起到鸡皮疙瘩。OK， 好，现在再凉，再凉，再凉。怎么可能？那也只是一下下的而已吧。35.5度。应该不会有，那应该只是情绪上。问一下我们科学达人嘛，对不对 ？Wendy 老师，其实呢，应该算是移情作用，就是如果你本来是很烦躁，身体就是感觉到那个热的状态，然后你用一些其他的刺激来刺激你的身体的话，你会把注意力转移到那个上面，然后你就会忽略原本那个热的感受。酷手避暑小配包，家事变得轻松又简单。请问你的配包是有，就是把任何东西拿去冰箱冰起来，那你去拿来用的时候，就会觉得很凉。
请问你的 paper 是？是有，就是把任何东西拿去冰箱冰起的，那你去拿来用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凉。那可不可以？别说这样，很危险。阿姨，我把整个人放在冷冻库里面。不能这样讲哦。鞋垫还有衣服放到冰箱，啊、它变冰了以后，你再拿出来穿它，出门的时候好凉哦。就好冰哦，我想穿它，我想穿它，因为在日本脚底都很寒。在日本啊，真的有卖一种，它是一个拖鞋，然后它有附了一个像这样的东西，它就是要你每天冰在冷冻库，然后你一回家就把它塞在你的拖鞋里，啊、你看是很实用啊、哦。对，可是这样，我们现在这样子很容易造成冻伤啊。对，因为它是包覆在拖鞋里面，那穿袜子就好啦。对啊，你那还是要穿袜子，而且你那感觉臭臭的，还冰在冰箱。那个英琦，我们量一下好不好？好。OK。所以衣服也冰过，对。来试看好了。好无聊哦，这个东西。一起自己的情绪。我等一下看你的是什么。对啊。英琦的体温35.8度啊，现在开始穿上这一件。哎，你会不会量所有的都是35.8度？不管使用前后，我们怕你那个有问题。35.5啦，刚35.5。35.5。好，来，现在把它穿上那个鞋垫。我觉得好冷。差很多哦！哎，鬼打人夹到了啦！你觉得好冷？为什么我们觉得好冷？哎，你现在觉得很冷的时候就跟我们讲，来，能不能？差不多了。最冷的对，来开始，差不多好，来。35.7。哎，各位注意，35.7度。是利用温度低的东西来吸收我们人体的热量，可是其实啊，就像那个吴老师说的，就是我们人体本来就是会自己会靠排汗来维持体温，所以它能够吸收的热量其实是杯水车薪，就是你不能说它没有，但是很少。这个环保这样子做也不大好，对不对？一直开冰箱啊，一直开冰箱呢，再来你这个衣服呢，它剩下是凉的，你穿上来，它跟它要做一个平衡之后，你就开始身体就开始什么，为了维持那个温度，你就开始用产热。其实刚开始是凉的，再来它就会变成是热的。哦，它都会呼噜。感冒了，这是感冒啊，很明显。疟疾的症状就忽冷忽热啊。OK， 他们现在维持在35.7哦，还不错。但是如果要这样的做法，就以后要洗衣服脱干以后，不要烘干，直接冰到冰箱上面。就我们都知道夏天食欲不好，然后呢，就因为你现在像泰国那么热，不要，真的，他们是有担忧啦。还有老师，刚刚明珠老师在讲，你有没有在听？就是我们要会排汗，因为你吃完辣椒，你马上就排汗，你去运动了，直接吃。排汗去运动了，我觉得你真的是胡闹吧？真的，我觉得吃辣椒会比较会不会？我们来猜一下，会不会又是35.7度？36.2，哎呦，你的体温有一点高，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他有戴帽子。哦，对对对。好，现在开始吃，你要吃几根？跟我们讲。你吃完了，吃完了，好吃啦！我们来比赛。吃完了，不要。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这样试啊？因为吴老师，我们的吴医师曾经在新闻里面说过。他说吃辣椒会降温，这是断章取义，不是吃辣椒，我们是说吃辛苦的辛味，那辛味就是比如说咖喱啦、大蒜啦、葱啊，还有姜这个东西，这个小辣，在夏天吃它可以什么消毒啊、杀菌啊，但是不是这样子一把吃的，这样很容易痔疮发作。也太惨了，而且
吉吉刚才有一个动作好好笑，他一吃辣椒就是一吃，哎，这会辣，背后就辣椒。不然呢？哎，他吃了，你还不凉？赶快凉啦！你要让自己凉，因为我是非常辣。OK， 来，我们凉了。声音都变了，会不会太辣了？来试试看，可以吗？你可以吗？好，来，我们凉。刚才36.2度，应该更。35.7。你看。35.7，因为前面都量35.7嘛。哎，再吃一根，我们看好不好？如果哎一根可以降0.5，那就随身带辣椒就好了。随身这样吃，这真的很辣耶！好，有点辛苦，随身吃辣椒可以吗？可以吃辣，对不对？超辣的。要抵抗那个辣，也可以喝那个鲜奶、冰水都 OK。哎，我认为它的降温是因为它喝水，哎，对啊，因为喝水会降温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喝水本来就会降温啊。你喷，我觉得是因为你可不可以试验一次，吃辣椒不要喝水？谁要吃辣椒不要喝水？我们只是精病，我们只是追根究底。而且我刚干嘛选那么大根啊？没有，你以为不辣，对不对？我以为不辣，因为我很少知道辣椒有多辣。那这个到底有没有效？我觉得见仁见智，对不对？不一定。真的是小辣就好了啦，真的。哎，跟那个腥味、跟姜、跟葱在一起是对身体有帮助。那为什么吃辣会打嗝啊？是，那是因为你刺激到，因为你太辣了，刺激到我们刚刚的食道。哦，来下一个，我们谢谢。我要跟大家分享，这个是绝对有用的。这个啊，就是超凉的 Airwaves 口腔，超凉哦，香糖，这样还不够凉，那只是凉口腔而已。现在呢，再配上冰水，会让你整个人套洗凉，先凉先凉，对对对对对，这个会，应该只有嘴巴会凉吧，体温不会变吧？哦，但因为他喝冰水，对啊，这个我谢欣36.0，哦 ，OK， 来开始，好。green water 加给的，没有，你要分开，分开，就是你要先嚼嚼个嚼个几片，嗯哼。小心哦，口香糖不要吞进去。咕噜咕噜吞进去。35.7。刚才36，它降了0.3。我觉得因为冰水，对，冰水高。其实就是你只要吃越多颗，你温度就会降越多。哎，老谢，老谢，老谢，你快哭了。很奇怪耶，就回来嘛。对啊，不行，我要有实验的精神。当然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这边有专家会告诉你这是对的还是错的嘛。应该对的吧？因为广告就是这样广告的啊。那这一个整个都飞起来。那他如果说像他那个口香糖广告也有一个啊，他就是剃光头然后借光，那你也会试吗？对哦，对不对？而且那个广告不是说他本来到跳到南极都不会觉得冰，但吃了这个就觉得好冰。哦，好，现在 OK 了吗？好，可以喝水了，可以喝水了，再喝一口水。喝水，我可以不要你的辣。好，不要喝水，不要喝辣椒。什么感觉？什么感觉？告诉大家，大家不了解。好了，别人会咬头，好痛哦！快点，快点，头。啊，温度计有点坏掉。好，来加油，撑一点。OK， 35.9，回来。小情侣卿卿我我，吉吉看不下去发狂了。这个是我们外出的时候可以使用，你先在手上面，然后。小梁，下一位瑶瑶有请。两个给你们二整哎，我要讲这个呢，其实跟谢欣刚刚的是有点类似的哦。对，因为大家应该都吃绿绿油精，像绿油精是非常的凉。然后呢，我们平常只要用绿油精，可能擦在身上任何一个部位就会非常的凉。对对对对。对，这时候呢，你只要在吹风。凉死了！我觉得味精油也很有用，味精油。我跟你讲，直接吹沙龙巴斯就好了啦，那个喷气式。哎，那先量那个服用前，服用前，来看看好不好？36.1度 ，OK， 好，开始。
这时候，你要插在哪里？就额头好了。额头就不行，插耳朵不行了，干扰哦。那你插在那个太阳穴哈，太阳穴。插在那个下面眼袋这边。真的，哎，这好适合骑机车的骑士哦。就是把地方写出在那边。对对对对，哎，这样觉得好蠢。而且哦，你要带那个半罩式的，全罩式没用。对对对，你看，其实有效是因为那个电风扇吹着你的脸，就是它可以立即带走你那个皮肤上面的热量。对，所以你要是去扬量你的额头，当然这样好，我们请外小姐来，她不用抹这个，然后直接吹电风扇嘛，对不对？这样也可以嘛。哎，我觉得今天好科学哦，真的是一个实验室。OK， 35.9度，来开始吹。直接吹啊！自己吹，自己拿的，自己拿。37.49天。好，我们吹一个30秒好了，好不好？差不多。5、4、3、2、1，来停。老师刚，各位很有效，35.3。还有啊，差多少？差0.6度。干嘛涂？持续啦，持续啦，而且还可以一直提神的热量，我这边还非常还可以防蚊虫。我们要想要请问一下四位，你们觉得谁的方法有够烂？是我们金钱来自己涂，涂在人中，好不好？突然就宁可中暑。那瑶瑶帮他吹电风扇一下。OK， 来。好舒服。你现在是盲目。你这太烂了。真的好凉。好凉。那我们第一阶段结束，我们要进行第二阶段。经常在外抛头露脸的艺人们，即将拿出自己的抗暑法宝，谁的方式会最有效呢？这段其实啊，最瞎的是杨金倩嘛。嗯，对。那刚才为什么先涂一滴油精？因为是先让你预防，因为我们现在进行真正的惩罚，就有一颗大灯要照到他脸上，请开灯。一下别人的吗？那个马上的反差就出来了。来，配个瑶瑶。你刚差这么多。哎，听见现在感觉灯热不热？很热，而且我现在眼前发黑，都看不清你们自己。我们现在第二阶段要进行比较正规的、厉害的一些消暑的东西。对，就是他们自己带来一些偏方啦。来，一起开始介绍，来救一下杨金倩。好，对不起。哎，你看杨金倩，你就知道一般那个新闻台的主播在搞什么。的消暑三秘方，你看，如果我们这个，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最特别的。是什么？这个东西我觉得是，听说是最近今年才研发出来的东西，它很方便，一物两用。你看我们出门的时候不是都喝水吗？对对。然后喝完水，天气很热，你就会想要，你看可以喷脸。女生不是都会随身带吗？这个强不强？去喷脸的，你去喷它吧。舒服哎，这个很棒，因为它的喷雾很细，降温。对，因为它的喷雾做的非常的细，而且我觉得，
且我平常就会把它冰在冰箱里面，那它就会冰冰凉凉的。所以你冰到冰的时候也会就是是冰水，然后喷在脸上的冰的喷雾，而且我们可以定妆。柠檬汁千万不要放，因为柠檬汁喷上去晒到太阳，你脸就会黑。对对对，这个要记得。也是我们女生也很爱的东西，这不是一般就是喷了脸会凉的东西。我们女生不是常常会把化妆品冰在冰箱，想说夏天可以消暑嘛，然后或者是可以降温，我们化妆可以就是比较持久。可是这个东西呢，是我找到，你看它是化妆水，它原本就是化妆水的精华液，那它放在摇一摇，然后我们把它放在就是化妆棉上，因为我们平常放化妆棉试试看，是很冰。哎，真的哎，它就像冰块一样。真的，真的，你来看，真的，你看，被电到了，就像冰块一样。真的，哎，真的好冰，像冰块呀，是像冰块。杨金雀，杨金雀，我现在很需要。你现在他好冷，是不是要冷到我？你现在是很需要，对，真的是冰块，舒服哦，我感觉到，而且它是零，你会流汗。你现在什么感觉？就真的很冰，很舒服，很像冰块，凉，真的很凉。你擦错地方了啦！那还有哪里？你要它散热，要擦在血管分布最多的地方，大动脉，哪里？动脉的地方啊，比如说这个胸前没有血管吗？胸前这个脂肪比较多啊。哦，对对对，耳后啊，嗯，这两边。好，我来救你了，我来救你了。颈动脉，颈动脉，颈动脉的。哎呀，这边好。快一点。那这个就是，比如这个是我们外出的时候可以使用，就我们到外面已经天气受不了了，那我们就可以挤一些，挤一些在手上面，然后这样子。不是，我觉得你帮小杨哥擦都好温柔。哎，我觉得他帮小梁擦。你看，他都这样，你看，很舒服。什么感觉？什么感觉？还蛮凉的。对啊。来，谢谢。不瞒别人，甜蜜蜜泄心报复手法很糟糕。是。这个是有防晒作用。哎呦，对，这边还有写吗？它的系数多少？50 PA 加加加，因为你周边晒太阳嘛，就只要是太阳晒到你，所以你会很难过，然后身体会发热。所以如果你用这个喷了的话，不好意思，手借一下，你看，好生疏哦。就是这个喷雾，可是跟刚刚英奇的跟他们的不太一样，这个是有防晒作用的喷雾。哎呦，对，这边还有写吗？它的系数多少？50 PA 加加加，因为你周边晒太阳嘛，就主要是太阳晒到你，所以你会很难过，然后身体会发热。所以如果你用这个喷了的话，不好意思，手借一下，你看我好生疏哦。舍不得用，你觉得有没有冰冰的感觉？哎，怎么还？可是怎么有颜色啊？你要把它抹均匀啦，你喷起来这个感觉超好。对，有没有？就不你现在帮你喷啦，哎，英琴来喷一下啦，你帮喷一下啦。你看，其实这个喷你会白白的，这样配乐，是因为有手法，它摇一摇，你要均匀的这样子散。所以刚刚我很不均匀，不过就不会有色泽不均匀的问题，然后再顺便就。谢谢啊，下一位瑶瑶有请。对，然后我发现呢，这个啊，在使用之前，先把它放在冰箱里面，给它冰过之后，效果冰冰的更好吃。对，因为它本身就会有吸热的效果了，就跟那个它看起来就很冰的感觉，就很凉快的感觉。对，大家可以来贴。那要贴哪里？你要贴哪里？就看哪边热，像刚才谢谢讲说脖子啊、胸前啊、背后啊、金倩先给它贴一点，对，先给它贴。对，我看那个金倩已经在流汗了。金倩贴额头好了。贴额头会不会比较好？哎，它这样很黏，贴额头啊，贴脖子很黏，可以了，贴 OK 啊，对，还有整个就可以贴上去。很凉吗？啊，这个位置很凉，有有有。什么感觉？什么感觉？就是头有点痛。
它有冰，太凉了，所以就会觉得有点头痛的感觉。哎，可是这个贴热贴不好。素芬老师，素芬老师，所以它是差不多是用在一些比较你贴出来的也不能走在路上啊，但是它是贴会头痛，贴脖子对不对？因为它太冰了，就除非是。发烧我觉得还 OK， 但平时我会觉得发烧真的很冰，是不是？你对脖子会头痛，你没有发烧而且那么凉会冰。其实我们家里常备品就是这个。它这个本身，因为它这是给小孩子贴的，所以基本上对皮肤会比较没有刺激性。怪不得那么小片，我想说哦，那么小片就是小孩子贴的。它有成人用的大片，大片的。不过还是要搞清楚哦，我们现在是在这个避这个暑啊，这个这点。可是如果你发现小朋友是发烧。光光这样贴，如果说你是扁桃腺啊或者感冒的话，他还是要赶快看医生，对，要看医生，可以看医生才对了啊。OK， 暂时性的，好，谢谢瑶瑶，谢谢。你的这个是这个其实是防晒，但它不会就是不均匀，就是我这种。喷的很不好的，也是用喷的哦。就它因为也是喷，然后它是那种这个是防晒的，不是吗？对，防晒，但它水状，但是也像那种喷雾，但它会凉的。然后这个就是会比较冰的，其实是它是一个乳液的，乳液状，真的吗？乳液状，然后你抹在这个就是颈部的这个位置啊。你帮 Wendy 老师站一下。对。哎呦，怎样？什么感觉？很冰，很冰，很冰吗？而且是突然从下面洒出来，舒服吗？对，它会很凉，很舒服。从后面很，就从背肌凉上来这样。而且我发现倩倩，你现在越进步了，你贴的部位是刚好我们的大椎穴，刚好是散热最好的地方。来，你看，哎呦，有没有？哦，哎，他弄的是刚好在这大椎穴，大椎穴的地方。就这边大椎穴的作用是什么？大椎穴，因为它是所有的阳气都要上头嘛，所以你的血管的血气都要往上，所以在这个地方一喷。啊，就是什么散热的速度最快，所以我们刮痧中暑的时候也在这个地方。哦，刮这边，你跟大家指一下大椎穴的地方，好不好？来，大椎穴那个。哎，不是，我们这边，吴医师，麻烦你这边往后转，嘿，在大椎穴这边就可以，这边给大家教一下大椎穴。很简单，我们像我们这个美丽的这个美女呢，你看一摸。它最大的一个骨头，这个大椎有没有在这里？第七节的地方，大椎穴的地方，最大的，对，最大，你们自己摸。腰间盘移位吗？我看一下，没有移位，没有移位，只是有一点点小侧弯而已。五号这边这个地方哦，像它这个没有什么肉啦，所以有时候我们临时要给它刮的时候，就要用捏的哦。贴上去就捏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想要了解，卡帕控吧控控控控。那我们第二回合都已经介绍完毕了，好不好？那相信四位心目中应该有一个人选了，哪一个你觉得是最有用、最有效的啊？然后观众可以别跟着做。最有效哦。对对对。像选相反就对。对对对对对对。最有效不是最烂的哦。选最好的啦，好不好？三、二、一。请举牌。哎，哇，一晴青倩返回一城呢。真的有用哎！我问一下，吴医师为什么选他？我是你多取胜。是以避暑的这个效率来讲，我觉得他的是最快的。你刚才问那个，你说哪一样？他哪一样东西是最快？刚刚光光那个帮琪琪贴的那个就一下子温度就下来了，很厉害。我们是不是有 before after？ 不然这个温度一定会下来。那也有人选英琪啊，改版率有没有？因为其实啊，你们大部分就是涂在皮肤上，然后感觉凉东西，像刚才涂在琪琪 sport 上那个东西，它感觉是凉，可是只是对皮肤的刺激。像我去摸啊。它的温度完全没有变化，只是觉得皮肤好像有凉。可是像英琪啊，我觉得那个水壶很好哎，因为它这个可以帮你补充水分，然后它那个喷雾啊，就是很单纯的喷雾，真的是去把热量给带走，我觉得是治标的方法。而且那内容又。好，谢欣呢？谢欣的这个非常好，因为刚刚有很多喷雾都是没有防晒，那通常我们都是在外面才需要散热嘛，可是外面有很多阳光，一定需要防晒。因为我想就是大家推荐一些方法，让我们观众去做一些参考，希望大家夏天千万不要中暑，过一个清凉愉快的夏天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怪癖多，无理要求令人发指。他超级怕太阳，那他的助理要有
测量太阳光在什么地方出现的能耐，你一定要算准说太阳会从它的什么部位照过来。当他的助理还要去国家地理频道上班过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他对助理的要求就是需要一个人肉按摩机，而且他只给助理按摩，所以他助理就去学按摩，学职业按摩，然后学回来之后还证书要给他看，说你学好了就去开店了。